主料：鸭肝肠一条，东北大葱一条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东北大葱一条，鸭肝肠一条。鸭肝肠切长形厚片，大葱切长段。锅中倒下少许油，摆入鸭肝肠，煎至一边熟翻至别一边煎熟。装出鸭肝肠，倒入大中小火煸炒至软。把鸭肝肠倒回锅中，和大葱一起炒均，下盐调味炒均好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鸭肝肠内包裹的是鸭肝松软，不能切得太薄，以长一厘米厚片为佳。小火煎以免鸭肝散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